两个小外孙一直说想要见外婆，这次终于在武汉见了一面。我在那个超市里面已经算是最高的，2500块，一般超市里面1800-2000都是很正常。他们好久都没有吃到我做的饭，那就煮个饺子吧。上次见面还是他俩来海南见我的时候，现在又长大了不少。一会儿姥姥不是给你煮饺子吗？对呀，先把水烧开了才能煮饺子。小宝帮我洗碗，大宝帮我扔垃圾。看见没有？去扔到垃圾桶里面吧。看见两个可爱的小家伙，我特别开心。吃过这顿饭，我就又要出发了。出发前，准备给自己的车做个保养。我的车呢，本来是5000公里之前都应该保养了，因为接下来呢，我还要去云南贵州。虽然路还是比较好走，但是总之来说，进山。I've got an itch I can't scratch. I'm missing a piece that completes a whole part of me. An open wound scar to see. Everybody come here, gather. 保养已经做完了，看大家看，天已经黑了，现在我们开始要回去了。